注意就是 round，因为它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数字，有小数点的数字啊，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round 有没有？把 BMI 放里面，刮胡，然后呢外面再加一个 string，好，把它刮胡啊。不过特别注意啊，刮胡数量你要算对。像我刚刚自己也做错了，少一个刮胡，一执行它会出现什么错误？它好像会出现什么啊？你那个哪个地方？他说哦，你语法错误，哎，语法错误，而且哦，明明是错在哪里？错在这里。结果他跟你讲说哪一行错，这一行错，你帮我点一下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好像，哎，他会以为这一行错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们发现下一行错，有时候不见那一行，你会发现奇怪，没有啊，我那一行没错啊，哦，原来就上面少一个刮胡哦，OK 哈，这个地方哈，他如果语法错误的话，你可能算一下，这边只要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有没有？后面就要有三个。少一个嘛，对吼、哦，刮胡一下，哎，这个也还蛮常遇到的错误，哦，看起来没什么啦，不过就错啊，错你就卡住，你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那就一直 wrong，哎，奇怪，一直下面那一行，一直看一下，其实是上面那一行，哦，这个也蛮常遇到的啦，哦，我自己遇到好几次，后来就习惯了，习惯一看就经验法则嘛，对不对吼、哦？所以你怎么说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总不可能在这边超过14次给你看吧？老师，你不熟哎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很熟的状态给你们看，我不可能说每个地方都故意做错吧？啊，故意做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发现错误哈，有的时候其实我有遇到过了。好啊，当然你要知道说以后遇到错误，你就要把那个错误给修正，哎，就 OK 了哈。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把它执行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执行的话，请输入体重，OK 哈。好，假如这样，我随便输入一个，好，哎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应该已经接近我们要的结果。我们刚刚 PowerPoint 是这样，BMI 冒号，哎，把这个结果输出。然后呢，评语，哎，不多少一个评语。但评语的话呢，我要怎么把它加在这个前面？当然你想说，哎，那我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加评语冒号？评语冒号，评语冒，哎，每个。但是我如果不希望这样子，因为评语冒号每一个都会有的话，感觉好像有点那个哈，重复了。所以呢，我应该加在哪里呢？哎，理论上应该加在这个的后面，有没有？这个的后面，所以再把这个后面怎么样加上一个什么呢？哎，双引号，我要先让它换行，有没有？换行的话，刚才我讲过嘛，反斜线 N 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换行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什么评语，来打一个评语，有没有？然后冒号。OK，好，这样子串一个评语，然后再多一个过清或者标准，那我再试一下，执行一下哦。OK，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？哈、哦，然后一样输入哦，然后随便输入一个 Enter 一下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它结果 OK，但是遇到一个状况，什么状况呢？它这边换行了，没错，哎，换行到这边，评语也出来了。可是呢，哎，它变成说这边多一个换行，也就是说哈，哎，我如果希望呢这个换行不要出现的话，跟各位讲哦，还有一个做法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一个 print 的后面啊多一个参数，什么参数呢？逗点，啊，所以在最后刮胡的前面加一个逗点，跟他讲说哈，哎，我那个后面的 enter 你不要帮我输出，那 enter 都因为其实 print 后面会多帮你加一个 enter。那个 end 怎么去掉？你刚才讲说 end 指的是它最右边的那个 enter 符号，帮我把它变成没有。没有的话呢，就是两个双引号，这个叫空字串，就是最后面的那个换行，意思就是说把换行符号帮我清除掉的意思啊。其实未来如果哈、哦、遇到要把那个换行符号反斜线 n 拿掉，那就加一个空字串，这个就是清除。最后那个清除掉就好了。OK，试一下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执行一下。OK，然后这边的话输入65啊，把它随便哈，再来体重168，Enter，有没有发现？BMI，然后把这个标准体重放过来了，然后换行了，好，评语也过来了。最后呢，我把那个换行有没有把它拿掉？所以它等于是之后的东西都会刚好。
串在评语的后面 ，OK， 这样的话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。OK，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了哈、哦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吧。第一个就是，串 BMI， 然后把它 BMI 放过来，换行评语哦。然后这个比较特殊，就是把它吃掉的意思。OK， 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要输出成这样子，那、第二个就是说。如果我今天、不要用 run 的话、我刚好提过、如果你不要用 run 的你可以用 format， 你要怎么用 format、你先试着把这个先做做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、一样就串接、所以未来的话很多地方、就是你要把那个结果跟文字互相搭配、变成一个连续的叙述OK 啊，所以你每一个人只要执行系统，他看到的结果固然不一样，但是有些地方啊，他就会有一些变化，那个中间会变化就变数了哈、OK， 而且会牵涉到做格式化哦，啊，请各位试一下哈、另外可以参考那个第几页，第那个62页 OK， 啊，至于刚刚我的写法哈、跟在62页下方不太像。62下方哈、写的是用 format，不是用那个 run 的，所以你也可以把我刚刚如果 run 的我这边没写，你也可以把它稍微自己再补充一下吧哈、把它补到那个啊、把它补充到那个后面去哦。也就是尽量啊，像这些东西哦，如果你怕会忘记哦，我建议还是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哦，否则的话你下一次又忘记了。